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真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，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，寇可往，我亦可往。朕就是要做别人想不到也不敢想，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情，不就是人马做墙，黄金铺路吗？朕决心打这一仗。朕见所指即是汉土，万万大汉者，誓是诛之。